啊，这个是美凤问的三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怎样念佛往生不退成佛？在这个书里面有提到一位病者，临终厌恶听闻佛号，助念团就改念几卷《地藏经》替他忏悔，之后这个病者就欢喜听佛号了。请问，如以上状况出现时，可否念其他经典，如《心经》《普门品》等等，还是只念《地藏经》才有效果？原因何在？世尊虽然说到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可是众生的根性并不相同，尤其是无始劫以来业障习气差别很大。那么遇到这种情形，很显然的，这是魔障现前，也就是一般所说的冤亲债主，他来做障碍，使你听了佛号就生厌烦心。那么结怨世界呢，在一般讲起来，地藏经确实很有效。为什么呢？应激。普门品好不好呢？普门品也好。但是我们知道，世尊灭度之后，佛法住持在世间，这一桩大事，世尊确确实实是委托给地藏菩萨。换一句话说，佛不在世，地藏菩萨是代理佛，他的身份跟其他诸菩萨不相同。我们在《地藏本愿经》里面看到序分里面看到他的殊胜庄严，不可思议。诸位想想，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说法，哪一个法会听众啊都是诸佛如来呢？没有过，《华严经》也没有这么殊胜啊。唯独讲《地藏经》的时候，十方诸佛如来都来做听众，你就晓得这个庄严是稀有的。那么这个经典的功效，当然也是稀有的。所以一般呢，多念地藏经，产生了不思议的效果。这个是有道理的。如果念其他经也有效果，这是与他有缘。你念普门品，观世音菩萨与我们这个世间也有特别的因缘。你不念地藏经啊，念普门品，我相信也一样。
至于感应，那就是《了凡四训》里面云谷禅师所说的话了。他说画符的专家讲，不会画符啊，被鬼神笑啊。画符跟念咒有异曲同工的效果，其实念经也一样啊。怎样才有感应呢？真诚心，没有一个杂念，这个经咒就有效果。如果一面念经一面打妄想，就没有效果啊，那就是所谓口念弥陀心散乱，寒破喉咙也枉然啊。所以念经要训练啊，训练什么呢？训练把妄想制住啊。地藏经相当长，念得很熟，念一遍也要一个多小时。一个多小时当中不起一个妄念，这个功德相当殊胜啊，所以才能有感通啊。假如妄念很多，没有办法实现，可以改念往生咒啊，念弥陀经，念往生咒都可以啊。为什么呢？这个经咒短，摄心比较容易啊。总而言之，这个散乱心呢，决定没有感应啊，一心呢才有感应。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真正祈求烦恼清、智慧障，我相信每个同修都有这个愿望。为什么求不到？心散乱，真正用功的人，二六十中心都是清净的啊，或是念佛，或是持咒，或是参究啊，不论用什么方式，目的是一个保持清净心。清净心生智慧呀。清净心磨不得其变啊，我们每一个人无量劫来冤亲债主不知道有多少啊！你要想认真修行，说磨不来扰乱，没这个道理啊。释迦佛示现成道还要降魔啊，魔还来干扰啊，所以这一关一定要通过啊。用什么方法平平安安度过呢？真诚心，不为自己，为度众生呐！我修行为度众生，我学教为度众生，我念佛为度众生，乃至于我生活也是为度众生，活在这个世间也是为度众生，魔就不得其变。你有一念私心，你对于世间这个
尘欲还没有断掉，魔就得其便，魔来扰乱。所以世尊用什么降魔呢？无非是用的戒定慧呀。戒定慧这是什么样的魔都沾不上边呢？所以佛子心里头常住戒定慧中，魔就不得其便了。我们自己道业容易成就，成就道业之后回过头来也度这些邪魔冤亲债主，他都是我们帮助的对象嘛，是我们度脱的对象，诸位要懂这个道理，念地藏经有好处，地藏经是佛门的孝经，是佛法的根本。念地藏经能够行地藏行，那个效果就无比的殊胜。第二个问题，如果家属之中有人病至昏迷状态，但又不能用佛号助念，因病者及家人都不信佛，我们要怎么做？我们是否可否在病者面前念地藏经给他听？昏迷者是否听见我们念经？念经之前要对病者怎样开示？你这个问话里头有矛盾。你说这个病者及家属都不信佛，都不信佛，你念地藏经，他怎么会相信呢？都不信佛，这个事情麻烦。你要说是他不相信净土，他还相信别的法门，那行。他相信哪一个法门，就用哪一个法门的仪规、经论，多好。当然对于一生都没有接触过佛法的人，临命终时有时候劝他，跟他讲西方极乐世界的一真庄严，这个时候往往他听到他生欢喜心，往年我们在美国华府有一位居士，就是在临终时候才闻到佛法，他往生了，临终一念十念都能往生了。这个是这个殊胜因缘触动他过去生中的善根，所以他在很短的时间，两三天里面，他能够功夫不间断，一样有成就。这个我们在四十八愿第十八愿里面都看到的。临终的人对他开示最重要的，劝导他放下事业，
啊，放下所有一切的牵挂。啊，一般人在临终的时候，总对于自己的家业，对于自己的家亲眷属放不下。这是很大的障碍，这个时候最重要的就是劝他万缘放下，一心向佛，随着佛去往生，这是最上乘的。那么临终的开示，地藏经上有榜样，告诉他，把他自己心爱的宝物，他最喜欢的东西，将它变卖，为他修复。这个修复里面最殊胜的是供养三宝。供养三宝的方法，塑造佛像。如果财力并不是那么多，现在可以用什么？用印佛像。我们结缘的里面这个彩色的画像，这是供养佛宝啊，印诵经书，那么现在还包括录像带、录音带、光碟，这是法宝，供养法宝。布施出家人，这是供养僧宝。所以把他的积蓄，把他心爱的东西变卖来供养三宝，以这个功德回向给他，让他自己听到，他自己明白。这都是身外之物，他带不走的。供养的功德他可以带走的，使他没有忧虑，没有牵挂。如果他的财富很多，那就可以修大供养。这古人把自己的住宅布施作为道场，这个功德就更大了。像我们过去到南京去参观金陵刻经处，金陵刻经处是杨仁山居士的住址，是他的家。他往生之后啊，就把他这个家捐献出来，作为刻经处，供养三宝。这个是有财富啊，有力量的人，这个做法殊胜呐。他懂得了。他是行家了，佛学家了，他懂得。他这个做法了，是财事、法事、无为事，通通具足。一切供养中，法供养为最。他把它捐出来做刻经处。我们去参观过，
这些都是我们最好的榜样。杨仁山居士是念佛往生的，他要是不念佛不求往生，这一个功德他也一定到天上去享天福去了，他这个福报不在人间。这些例子我们都多想想，多为病人开导。这个时候不能说啰嗦话，不能跟他讲经说法，那时候来不及了，时间来不及了。放下外面。特别是他要给你说出看到什么什么人在哪里，什么什么人在门口，所说的都是他的亲朋好友已经故世。我们在病重的时候常常看到这个情形，这地藏经上说了，是不是他的家亲眷属呢？不是的，是冤亲债主变成他家亲眷属的模样来诱惑他，来引他去，引他走了之后那就跟他算账了。这是非常危险的关头，这叫魔镜现前。特别提醒他不要理他，就是这一句话。他要是我看见这个人看见那个人，大声提醒他不要理他，不要管他，老实念佛。佛来了才可以跟他去。不是佛谁都不要去理他。就这一句提醒他就好。这比什么都重要。那么第三个问题，就是家庭发生事故和孩子不听话，可以念地藏经回向给他们吗？可以的。是念其他经典效果一样吗？你既然提到念地藏经，又何必再搞其他经典呢？你不是把你自己搞乱了吗？诸位要想的，心一乱了效果就没有了。心要是定的。那么我们在讲经的时候常常劝勉同修，我们在没有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之前，决定要一门深入。那个一门深入啊，有不思议的效果。最忌讳的夹杂。这个道理希望你多多的去想想。涉猎经论太多，我们自己心念是杂乱的，无论用哪一个法门都不得力，这就非常可惜了。这一位同修问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居士受菩萨戒，戒经中要求受戒者应半月半月诵戒，但弟子每日读无量寿经念佛并没有去诵戒，不知这样做是否如法？这样做不如法。戒经里叫你诵戒，你没有诵戒，所以你问如法不如法呢？我告诉你，这个不如法。但是从广义方面来讲呢，
也如法。为什么呢？大乘无量寿经戒定慧三学圆满具足，你每一天读诵，依教奉行，你已经具足戒品，所以说如法，这就是事，一如法，一不如法，一不如法，一如法。我就不必再深讲了。第二个问题，在菩萨戒本里面注解当中读到，在家而中受菩萨戒，与诵戒及入坛时可用慢衣，不知在其他何种情况之下尚需用慢衣，如大家在一起上早晚课时是否需要？需要的。跟大众在一起做佛事的时候，在家菩萨戒可以大衣，也就是说出家人大衣的场合你都可以大衣。佛在一切经论里头常常教诲我们，戒为无上菩提本呐。不持戒，无论修学哪个法门，都不能成就。可是戒学的根本是十善无戒，十善都没有做到，这个戒那就是有名无实。所有一切戒品都是建立在十善的基础上。你看净业三福讲的就很好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一条是基础的基础。从这个基础上才建立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强调十善？没有十善心，没有十善行，哪里来的戒品？所以真正享有成就的人，在起心动念之处自己一定要清楚，要明白与十恶相应还是与十善相应。与十善相应呢，你是佛弟子；与十恶相应，你是魔弟子。佛与魔差别就在此地。那么讲到戒律，这是非常严肃的一个问题。古时候对戒律真正下功夫有研究的人，明朝末年的欧冶大师，在近代呢，诸位都晓得弘一法师，
他们在修学过程当中对戒律非常重视。而藕益大师告诉我们，中国从南宋以后啊，就没有比丘了。那么比丘戒最低限度啊，要由五比丘来传授。那比丘没有了，比丘戒就断了。所以我们今天去受这个比丘戒，弘一大师讲得好，这是形式，名字比丘啊，假的不是真的，要不要受呢？要受，要受一下，受了之后自己清楚，决定不得戒。你受了之后，如果自己称为比丘，这是有罪过的。那为什么要去受呢？受了之后就研究比丘戒，读诵比丘戒，避免讥嫌。你没有受戒的时候，那就这个戒本你不能看了，你不能学。我受了之后再学，回过头来学，学一条得一条，学两条就得两条。受了之后啊，知道自己不得戒，但是我努力认真的去学戒，这个态度是正确的。我初学佛的时候，张家大师就是这样教给我的。他老人家非常重视戒学。我跟他三年当中常常提到持戒重要。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他老人家所说的重实质不重形式。要求你做到，你要不杀生这一条要真正做到。不是天天念这个戒本念的没有用处啊！看到蚊虫蚂蚁还是要把它杀死，这有什么用处？要真的去做到，不偷盗，戒经里面讲不偷盗，讲得非常严的，叫不逾矩。这个东西有主的，主人没有答应，我把它移动位置就犯了盗戒了。主人这有主，他是这样方法，我把它搬到这边可不可以？不可以。我们知道有很多人有习惯性的放东西，你移动之后他再找，他找不到了。就不逾矩，主人没有答应的，决定不能够移动啊！这样严格啊。那我讲的比较更容易懂一点啊，就是把占人便宜的念头断掉，还有想占人别人便宜的念头，这个心是盗心的。不管你有没有行为，你有没有去做，你还有这个念头，盗心。不邪淫，要从念头上去断的。还有这个念头，这就错了。在大乘法里面，你就犯戒了。所以持戒要从起心动念之处去检点，
啊，把所有一切不善的念头，叫不善念头，损人利己的念头，要彻底断掉啊！那这别人对我们怎么个看法，那是他的事情啊，那与我们不相干呐。最重要是自己心地清净。啊，言语正直，身心端正，这比什么都要紧。这底下还有一个问题，他说弟子曾认识一位摩门教的教徒，与他进行过交谈。他说摩门教的目标是求永生，并且也是二力法门，与我们净土宗的二力法门是一样的。弟子对摩门教不甚了解，不知他们所求的永生是否在天界。摩门教是从基督教里面分出来的一个支派啊。那么我们知道在美国非常盛行啊，他们的这个我们佛教讲大本山呢，这个摩门教的根据地在加州啊，信徒也不少啊。那是不是能够得到永生呢？这个很难说。佛法里面是跟我们讲理呀，啊，净土的二力法门。第一个要靠自力，第二个是他的啊。他们也讲二力法门，我在美国遇到过基督教的传教士啊，来跟我谈，他们也是二力法门，但是他们第一个是神的力量，第二个才是自己的力量，他跟我们是相反的啊。所以他说他们也讲信也行，可是他们是以信天主为中心，我们不是的，我们是以信自己为中心的。你看看欧耶大师讲信，第一个是信字，第二个是信他，他们不是，他第一个是信他，第二个才信字，跟我们恰恰相反。不是说信了就得救啊，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啊？信了能不能得救？信了下头要有修行啊，能不能得救看你修行的功夫啊。绝不是说信了就成功了。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啊？升天，
升天之道在十善业，基督教经典里面他们的根本经典就是新旧约，那么现在比较大的这个教派，犹太教、天主教、基督教、摩门教，原始的经典就是新旧约全书，这个经典里面所教导你的，你做到了几成吗？就跟我讲这个无量寿经一样，你百分之百的做到上上品往生，你能做到90%上中品往生，做到80%上下品往生，这个有理呀，有道理的。那么新旧约全书里面所讲的这些道理，所讲的这些教训，你能做多少？你要是全做到了，那大概你在天道是最高的那一层天，因为他们没有断欲。换一句话说，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通通具足，没断掉，没有断掉，我们晓得他生的天是欲界天，欲界最高的，桃花自在天呐！你不能完全做到，能做到个90%、80%，我知道你这个天降一等。生化落天，功夫再差一点点，下面有斗率天，有十分天，有地势天，一层一层往下降啊。你是生哪一层天呢？最低的死亡天，至少也要做到20%，就做到20%了，才能升天。单单讲性而不修行，没有修德，是升不了天界的。这些道理佛经讲的透彻，讲得清楚，所以我们多了感到佛所说的话，如理如法，就是合情合理合法，我们欢喜接受啊。那么讲到永生，这个的确是有问题，天人寿命比人间长，福报比我们大，不是永生。永生这个问题难了，至少得要超越三界才能得永生了。那么超越三界，这就不是个简单的事情。换一句话说，最低限度你有能力脱离六道轮回，脱离六道轮回，那么这个最低的层次是阿罗汉，要断见思烦恼，超出六道，这才算是永生。如果不能证阿罗汉果，永生
是幽冥无实。这位同修，他这个他写的像一封信一样我念给大家听听。是为知己的死，此次因缘之见学生深有相见恨晚之感。自从听了师父讲的如何挽救社会人心系列经义之后我就发愿此生要跟随师父，我这一生什么也不希求，只求给师父做一个令你百分之百满意的好学生。这学生的名字没有写，不知道是哪一位啊。把我今生毕生的精力和心血全部献给佛陀教育事业中去去继承神圣而宏伟的如来家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我这一生呢受持师父教导我在准则继而把净宗学会推广到世界每一个角落，在全球世界各地开花结果，把现今时代的末法转变为正法，从而达到人类中处和平、全球世界大同的殊胜壮观局面以新加坡地区为榜样使现今的无着卧室转变为地球极乐。这个宏愿很大的确是菩萨的大愿，可这个愿怎么落实呢？如何落实呢？如果不能落实，这个愿就变成了虚愿。我想你一定不愿意人家说你是个虚愿你一定要做你一定要认真去修行要苦学，要发奋一切为众生，绝不为自己，你才会有成就往年我在台北华藏图书馆劝导同学们在我们现前这个时代最低限度要学七门功课作为我们自己修学的基础我讲过很多很多遍劝导大家有没有人去做呢？那是你的事情，不是我的事情这七门当中有四门是佛经第一种
阿难问师佛即雄经，这是小乘经。我们选择这一种。这部小经里面，师尊教导我们怎样亲近善知识，怎样接受善知识的教诲。如何落实无戒十善。这是行门的大根大本呐！接着呢，这是净宗六经里面，我们选三种最重要的《无量寿经》《弥陀经要解》要解是藕益大师著的，原文并不很长，经解都要能背过《弥陀经》能背的人多，藕益大师注解能背的人不多那个要解要背第三种呢，普贤菩萨行愿品所以这是佛经四种另外儒家的，我们把了凡四训也列入儒家了凡四训四书选这两种道家的，我们选的太上感应篇这七种东西这七样东西要能背，通通要能背，要能讲要能行，把它变成自己的思想见解行为，我们有这个根才会有成就那么现在我在澳洲建了一个道场那么有一些同修到那边去住了，我的要求5年当中这个七门功课要完成就是要读诵讲解实行你住在澳洲道场，我供养你呀！你凭什么接受我供养啊？你天天去读书啊，天天去学习呀！我来护法。除这个之外，我还要求要念100篇古文。我在《古文观止》里面选了100篇。为什么？没有文学基础，你没有办法深入经藏。同学们在此地，我也听说风闻，大家以为我都搬到澳洲去了，不在新加坡住了，人心惶惶，你们完全搞错了，搬到澳洲去是两个货柜过去的，这两个货柜是什么东西呢？是我从美国那边的图书，不是在新加坡的，从前在美国那个地方存放的一些图书，现在没有时间到美国去，我把那边的书通通运过来，运到新加坡，有没有1年呢？这1年多的时间放在仓库里面，我一想起来心里就很难过，这些书是无价之宝
放仓库里没有人照顾，仓库湿气很重，我听他们讲，那些狗啊、猫啊都在往上爬，所以非常非常难过。那个时候，我曾经一度想把这些书啊捐献给国家图书馆或者学校图书馆。那么我请几位同学去给我清查，他们清查之后也非常欢喜，舍不得送，那正好澳洲有个教堂要卖，我说好，把教堂买下来做图书馆，所以把这一笔书送到那边去收藏。他后面的愿望呢，就是弘扬净土，挽回捷运，这个很好，很难得。这个可惜啊，他没有具名。幕后说，如今我的心愿呢，就是求师父给我剃度，不知现在因缘成熟否？若因缘不成熟，待因缘成熟也可以。那到底是谁？我不晓得。希望你来找我啊。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